尽量往中间靠。两点的话，上宽下窄，注意行笔的方向，横向左弹出去越长，由重到轻，收笔越回锋收笔要重点，月子的宽度与上面短横基本一致。所以不要太宽，突出这个横画向左伸出去，这个是左肩横，下面的话是变成条，尽量向上靠，间距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高低错位，长短有别。这个竖画短小垂直，由重到轻，横折横细竖粗，向左下方斜的竖弯钩，这竖画不要太粗，拐过来一条压下去，勾上去，这个不要伸出去太长，下面约于平一点，拐弯的地方要细，要自然。三个横起笔要轻，这个笔画与它的话是相比的话稍微宽一点。弱这个点画向右上方挑出去，右边的点由重到轻，高低要错位，横画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的撇，由重到轻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两个横画长短要有变化，起笔的话也有不同。注意这个起笔要轻，这个起笔要重，这个地方最细，收笔的话要略重一点。竖画向右下方斜的提按，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画拖住这个横折这个竖的笔画，口里面是宽扁的，不要写得太高，上宽下窄倒梯形，横画要突出，